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呀，晚安各位，欢迎收看每天为您精心推出的、精心制作的《型男大主厨》五星级料理，看谁最幸福。今天谁最幸福？女孩们最幸福。欢迎天气女孩，欢迎。哦，我喜欢看团体啊，自己报自己的团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自我介绍，预备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天气女孩 Weather Girls， 有事哥，我们开心吗？拍拍手。好强哦，五声道哎，好酷哦，好玩吧？好玩好玩。来，请吗？陈南哥，这个我们的专辑。哎，豆豆，有事哥，欢迎 Master 的熊。Weather Girl 已经成立多久了？五年的时间。哎，他们受训很长的时间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国华老师的秘密武器。对对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你们这个受训的内容基本上呢，还要到日本接受训练。对，那是我们在日本出道的。嗯。哦。去了两年的时间。对两年都真的住在日本吗？对。中间有回来吗？回来工作，然后又回去，来回来。这种消费应该是在生平第一次。对。要不是这个团体，也没有机会到日本去工作。真的没有机会。每个人用一句话告诉我，就是那两年是怎么过来？那两年用一句话来形容，你先说。苦，苦还是苦？苦苦，你幸せ，幸福。对，你苦苦，哎呦，你可怜，可怜，热热。哎，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哎。起码有两家是开心的，有两家。我想这个离乡背景本来啊很少离开家这么久，对不对？常常搞不好半夜以泪洗面，真的很想家。我有一次最高纪录是躲在厕所里面哭两个小时。谁？这么想家啊？就是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就是你被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只是觉得自己怎么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然后就很难过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他好笨哦。家人又不在身边。对，然后而且又就是每天又是只能跟这些人，这些人是什么吗？二十四小时都黏在一起。对，只能跟这些人。对，就是上班也是，然后回到家也是，又是假日也是很累。对啊，不到那个西部亚或者凤姐去玩一玩，但还是会一起去，还是会一起去。吵完架就说好了，走了，明天一起去逛街。还有饭呢，真是人多好办事啊。这张专辑是你们的第几张专辑啦？台湾的第一张。哦，第一张啊，对，第一张。我们在台湾目前只发了一张而已。来一段，可以吗？来一段。夏雨知道他是音乐人啊。那你帮我们好紧张啊，在音乐人面前啊，盲听。歌名叫做《恋爱预报。预备起。I know what you want to show. Could you just let me know? 就让我慢慢享受，就像躺在云南彩虹这种感受。谢谢。王小姐没有转身，她没转身。哎呦，我要你当我的徒弟。我要你当我的看护。超豪华的伊比利猪套餐香喷喷上料理。好不好？在我这边的，在我这边。我这边的来。我们自己分好了。为什么会？因为我们把比较美的两位分给晨晨。对。没有没有，叫第三位。没有没有，这是有点照那个。需要。照级别分的，我们是比较我们比较年轻一点。啊，你们这样刚好配我们四个。马上欢迎郭祖仪师傅。这汤面的名字叫做御膳玫瑰粥。玉玫瑰粥，对，为什么叫玫瑰粥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肉对不对？这个肉，等一下呢，把它变成这个样子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好漂亮哦。然后呢，一片层叠起来的。对，最主要是整个那个汤品的那个药膳的那个功用。药膳有哪些？对，来，那这边呢有枸杞、红枣，还有这个黄金虫草。黄金虫草，对对，这个在那个是虫草花，你觉得虫草花，其实就是虫草花，对虫草花，是花，对这个很，它跟冬虫夏草没有关系了哈。它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是说跟它的那整个效用有一点类似，这样会组合成一个御膳的玫瑰粥，对，哇，这是牛的什么部位的肉？这猪肉啦，梅花肉，我的猪梅花，猪梅花肉，像不像牛？嗯，猪梅花，对。猪梅花，五分钟把这个汤品做出来。猪梅花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们现在点香油进来，一大汤匙的香油。对，那菇呢？把它掰一掰，把它摆进来。掰一掰，
的香油。噼里啪啦，哦，对啊，这个先把它炒香了，会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棒哦，但不是很厉害。人住在外面啊，想吃家里面的菜就要自己做，对，靠自己，对不对？在日本这样。那红枣呢？因为呢，本来是整颗下去的，但因为五分钟的时间比较短，我们直接呢就把它切成碎。嗯，红枣我们对，直接放进来。锯齿的红枣大概几颗？大概五颗，五颗，对。香味把它炒出来哈，香味要炒出来，对，哇，冷冻的有菇的香味出来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冰的，冰一点，然后呢它比较好折哈，把菇类呢特别把它炒香哈。好，记得不能加水，就是在干煸的过程中越煸越香。哦，真的，对，不能加水，卷起来，然后卷起来就是一朵花，香油。哦，就直接这样子卷，对对，就这样卷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要剥开吗？哦，要把花瓣剥下。真下班，爱上他。好，这边呢，水进来。加水，这是水面的加水还是汤？那个枸杞要枸杞进来，刚才是高汤。加水。还有刚刚呢，来我们整个进来，红枣花进来，再加点冰糖，变花，冰糖加进来，盐巴再加。一汤匙的冰糖，好，盐巴，盐巴，然后将近半汤匙的盐巴，对，高汤，半汤匙的盐巴，好的，然后在里面炖煮，一汤匙的糖，一匙糖，汤匙跟茶匙不一样，还有两分钟，知道，茶匙比较大，你这样会熟吗？好，一个可以喝汤的，一个喝茶的，喝茶的。哦，茶匙，汤小小小的汤茶匙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哎。哦，哦，美丽的彪彪花，哦，可爱的彪彪花，我就这样想要吃掉它，蛋蛋蛋蛋，有点怪怪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剩下最后一分钟，越活越火。东西的猎物，那直接进来，挤了，怎么可能？太难吃了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中间还会是生的，猪肉这样子，而且还没有下猪肉哎，没有，等一下呢，就是等一下呢，还要在里面这边滚一下哈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菇类呢，把它放到上面来，分开，先放菇类，哇哦，好，看起来就很厉害。哎呦，大家走一下哈，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现在一朵，不会吧？两朵，哇，三朵，来，三朵，放进来，来汤，来喽，来喽，来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来喽，时间继续计时啊，剩二十秒，来，老师音乐继续，铁砂掌，铁砂掌，你手不手不？师傅好辛苦啊！下铁砂掌，钱好难赚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漂亮啊！来，好，那直接呢，把它冲进来。它的玫瑰花呢，会更绽放出来哈。对，就这样子，水再多一点呢。没有没有，就这样子。他其实只超过35秒。35秒。请出题。英国卫生与安全管理局向英国养猪农发送宣传单，竟然是为了宣导猪农 ：A. 进出猪舍要戴口鼻罩 ；B. 喂猪时要记得戴上耳罩。今天的游戏需要四个人，你们队长，然后选一位的队员，我们也是好，然后四个人，然后玩的是你一拳我一拳，大家一起说两拳，收两拳，对，你先来，好，那我们就好，优米，我，妞妞，妞妞，好，好，站出来一点，我们四个，你一拳啊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，耶，是一样的。我看错了，我们不一样，你耶，我可以，傻眼，傻眼，傻眼，我也傻眼，好，我们来选 B 耶，我也是 B。
通常都选怪怪的，好像他因为他说竟然住这个很吵哎，那个分贝是高到应该是会有点耳鸣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喂猪的时候很吵。我觉得好 B， 戴上耳罩。而且如果想听点音乐，还可以放一点音乐什么的，可以跳舞，那很方便。B， 相信队长。答案是 B。为什么是耳罩？英国卫生与安全管理局发送传单，宣导猪农进入猪圈时要戴耳罩，因为呢肚子饿的猪呢叫起来分贝呢超过100分贝，比电锯声还要大声，希望猪农呢电锯对戴耳罩呢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好好喝哦，这个应该要给晨晨哥吃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晨晨哥要腰椎骨呀，哎呦好好喝哦。好吃哦，看起来好像是中药味很重或者很浓，没有哎，完全没有，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中药味。虫草花的香气是甜甜的，虫草花的香味很浓，对，很浓，它有点像金针花的那种 QQ， 比金针花还 Q， 是吗？对，就脆脆的，很好吃哎，谢谢郭师傅。谢谢，米娅，你看看什么？你先看，他已经对开了。肉好脆哦。嗯，你看，让他们先吃。哇，这几根？几根啊？好多根哦，六根。你一个人吃五根好了。三根、两根、一根。好。你先休息，待会你好不好？马上进入今天的五星级料理了。今天呢是非常精彩的豪华套餐。套餐就是有前菜，还有主菜 ，OK。而今天的主食材竟然是来自西班牙的好朋友伊比利猪，哇！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西班牙的伊比利猪。伊比利，它呢是以因为它是生长在的西班牙的伊比利半岛而得名的。哦。它平时以这个榛果为主食。是。它每增加1公斤的体重啊，它就要吃下平均呐、要吃下10公斤的榛果。吃这么多榛果，所以它的整个的肉质吃起来奇怪的，它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香气。嗯，而且它的皮下脂肪非常的丰厚，就像是美丽的大理石的条纹一般，所以它有猪肉界的劳斯莱斯之称。而且和鱼子酱、鹅肝、松露并列为四大的欧洲梦幻美食食材。哎，詹姆斯，哎，给您献上今天的。好食材，今天是有两份，这个是里脊的部分，是哦，那这个是另外，是什么？这个是有点像松板的，这个会拿来做前菜，这个拿来做主菜。好，那前菜是前菜我是慢熟法兰克前菜，法兰克，什么叫法兰克前菜？法兰克他们讲这个部分叫法兰克，哦，那部分的肉就叫法兰克，对对，老外就叫法兰克，真的，对对。哎，有点痛吗？你的脖子有名字哎！哎，注意看，注意看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把这个是这个蒙特楼盐，蒙特楼盐。对，这个是洋葱泥，放一点蒜泥进来，蒜末。然后这个是 paprika， 哇，匈牙利的尖椒粉。这是要腌法兰克吗？不是，要腌这个里脊的部分。你不先做前菜？没有，因为这个需要要这个要慢烤，刚刚那个是慢熟。那你的哦，前菜叫做慢烤法兰克前菜，对，那主菜叫做慢熟，不是，前菜叫做慢熟法兰克前菜，主菜叫做慢烤法式里脊，哦，慢慢的，法式里脊，对，然后这个是迷迭香，迷迭香，对，罗斯玛丽，毛，罗斯玛丽就是迷迭香 ，Rosemary， 嗨 ，Mary， 什么名字嘞 ？Mary 是在拉斯，She's Frank。介绍他们认识，介绍不认识。好，那这个排这个就把它放进来，直接放。对。那因为这边我们有开的这个，有，尽量把它往里面塞。对。嗯，泡越久，热的状态下就把它拿进来煎。所以这通常前一天泡会比较好吗？如果泡尽可能泡到三天。三天，对，因为它很厚。哦，那这个是主菜的部分。嗯，其实前菜的部分的肉呢，我已经在这个蒸烤炉里面已经放5个钟头了。有这种事？对，在这里面已经5个钟头。你把蛋子也放进去？对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这样吗？可以。用烤的吗？蒸烤。它其实有点像是酥肥的感觉。酥肥那个，就那个机器啊。对，慢熟。哇！
那这个时候是尽量把它外面的部分封住，待会进去里面烤会花大概也是一样80度，其实尽可能是烤8个钟头。哇，对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们在里面我们会花大概2个钟头，其实是80度，然后待会我花了大概半个钟头是250度，如果还是够嫩。8个钟头。带回来，好，我们看阿基师做些什么，来这边请。来，阿基师。是，陈哥，瞧，嘿，今天呢，我们用1:1呢，要做这个前菜跟主菜。是，那前菜呢，这个培根肉去卷韩式泡菜跟粉丝。那我现在首先呢，前菜这个部分，我用一点时间给我啊。好。我一点葱跟姜，因为后头有一个主菜呢，一个主菜是这个里脊肉排。那里脊肉排我本身呢，我会去用。墨鱼粉，对，墨鱼粉，然后跟用港式的煲仔饭的模式，把它弄成一道沉香墨煲，汉堡的煲，咸味的来源呢，我今天完全都不下盐巴，麻有咸鱼，用以味提味的方式让它咸度跑进来啊，好，啊，我不放酱，有一点污醋啊。那么再加上一点天上掉下来的美味啊，酒，酒，来，妹妹麻烦你使劲的掐，把它掐烂啊。好，那我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打孔器的，让整个里脊肉能够断筋啊，因为这里面的结缔组织很多。你这么一打松的时候，等一下呢，我去 hold 这个肉的时候一样啊，把它 hold 得很软 Q， 然后味道十足在里边。啊，麻烦你给它敲敲哎，好，敲敲哎，用力抓。那么一点点的培根细丝油，我不要放其他的油啊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把它炒香，把油给逼出来。韩国泡菜我都没有下盐巴了。好，那么一样切细丝啊。会卷上泡菜，还有粉，还有粉丝。好，那么香哦。对，培根的肥油呢，跟韩式泡菜结合了以后。那它原本的味道已经有了啊，那我这边粉丝呢，稍微做一个稍微回软穿烫的动作啊，烫一下，就这么快就可以了啊，啊，哎，就能挺耐煮吗？啊，它不是没有，它事先有先透过泡水的处理，哦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好，那么就这样拌匀了。好，起锅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接着下来。好，安内哈。嗯，阿舅妈那个更甜，麻烦把它粘起来。粘紧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接口这个部分呢，等一下就朝下，叫米粉糕不哈？朝下你就这样子压着，压着，安内就好啊。好，帮你们弄了哈。啊，丢丢狗狗诶，狗狗安内就好啊哈。我要把它拿来下锅去煎啊。好，煎的时候呢，我现在锅底没有下任何油。那么单一的一点点的这个黑胡椒哈，一点点粉末就好了啊，一点点粉末，那么蒜泥进来，那我拿一个纸巾擦一擦啊，我让它有蒜泥跟黑胡椒的香味在锅底残留啊，然后你不要它们，不要它，把味道裹进去的，味道裹进去了，让它定型，弄个地方。它一预热的时候，它自己就会凝固了。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詹姆斯。哦。我那个汤是不要了的。看起来很 Q。不要，它是非常非常嫩。有这种事？好白哦。它真的熟嘞，看起来。它是熟的，超熟。刚好粉红色。哇，好吃好吃。那边是直接。片薄片的，这边是煎过油煎的，这边没有过油，我就是直接干煎。干煎，对，它有个油。你要对不一样的口感，对，我想一个人可以吃到两块。油脂它是不断的出来，我刚刚没放任何油，超多油的耶，颜色好漂亮哦。哇，看来这伊比利猪颇肥的哦。嗯，哦，好香哦。哦，还有沙拉，沙拉拌好，因为前菜嘛，既然是前菜，你就是要把它完成。哦，就是用简单的盐巴、橄榄油。对对对，那我现在盐巴还没放，我没有多做任何的调味，就盐跟胡椒就好了。好，来慢熟法兰克前菜，准备，请出题。蓝鱼的母猪在怀孕时，不仅会利用草丛建立巢穴，
还会到海边捕捉飞鱼，因此依据当地的传统，男性族人在成家之前竟然必须要先 A 学会饲养蓝羽猪， B 拥有一头蓝羽猪。来呗，开始。你一拳啊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你跟我不说，你不说，哎，吵呀！你不说会输啊！吵音，吵音，你不说会输啊！我跟你不同队，你们吵音，吵音。你真的会玩吗？我不会玩，我快啊！好惨。预备，开始。你一拳啊，我一拳。你也会犯这个错，蛮好笑。对啊，还笑别人的哦。学会饲养，因为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，他本来就会养。对啊，感觉比较简单。好吧。他蓝羽就是个岛啊，他每天不是跟着飞鱼在一起，就是跟猪在一起。对啊，当然会养嘛。拥有好不好？拥有。答案是，好，这边答案是 A。好的，蓝羽的母猪怀孕时会利用草丛造窝生小猪，还会到海边捕食飞鱼来喂食小猪。达悟族人很赞赏蓝羽猪的生存能力，还规定男人在成家妻娶妻之前，必须要学会饲养蓝羽猪。会配个水果吗？可以。配个饭，真的很嫩，好好吃哦。跟一般你所知道的松板猪好不像，松板猪哦，好嫩哦。但你待会吃的煎过了就回复到松板猪的味道。那像什么？就是猪油脂很平均的五花肉，但是你吃不到肥油，因为它的油脂是分布在里面的。这是煎过的，这就像松板猪，都是脆脆的，那煎过之后好香哦。哦，它虽然脆，可是在里面很嫩的。煎过好香啊！前面有两盆，有点好吧？很好吃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来个照片。哇！哇！一个，再六根，我三根了。你们一人两根，我多两根。就这样子吧。好。很棒。我们今天吃鼠子，今天啊，吃香蕉，今天学猴子，今天学猴子。最后我们还有一道，还有阿金吃的，很好吃。阿金吃这一道来叫做，锅贴韩式培根肉卷，是吧？是。好的，题目是：中国武汉郊区的农民种植的地瓜，经常遭到野猪偷吃。为了阻止野猪，居民竟然 A 周围喷洒猪油 ，B 半夜多滚播摇滚乐。请问 A 或 B？ 你们俩玩吗？我先来，你先。好，那我先。开始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好一哦，你要冷静哦。好。对，开始。你一拳。大很大的问题，好好玩哦，好笨哦，来吧，啊，这有点难呢，应该是 A， 因为他就觉得他同伴的油，对，没有自己的油，对，而且因为猪很聪明，他摇滚乐听久了，他就习惯了，也是，对，而且说不定猪油他们不好走，滑，没那么卡，脚滑，脚滑，脚滑，原来猪是脚滑的。答案是，恭喜答错了。最好是摇滚乐，天哪！听一下正解啊，中国武汉郊区的农民因为种植的地瓜常常遭到野猪偷吃，头痛不已，竟然突发奇想，在半夜播放摇滚乐来吓走野猪。没想到效果极佳，怎么成功的喝阻了野猪的偷吃？正确答案是 B。哇，罗东粉，哇，你们自己卷的，这波很解腻啊。培根烤的脆，煮的脆脆的，煮的脆脆的，煎的脆脆，煎的脆脆的。
我们来选香蕉，好，你们来选，谁要来负责选？好，没有人敢负责，这个队长没关系啊。好了，我选，如果选多的，我就吃多一根一点。啊，你不是好？哇！太多了吧，你们。好，就吃的过程当中，香蕉拿着继续吃。好，我们到后面，阿吉是这边做主餐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头的饭呢，我们有四分的蓬莱米，一分的圆糯米，那么加一点萝卜丝，保持它的水分。好，那刚刚呢是用我们煎过培根以后锅底残留的那个培根油去炒这个饭，那么加一点水，水的量呢就是比照我们一般蒸白饭一杯米一杯水兑进来就行了。培根油的细丝还有一点麻油咸鱼了，现在把它拨进来啊，然后让培根油呢融到这个饭里边来，好，来弄麦甲虾油，然后淡淡培根油的香味呢让它出来啊，出来以后我现在这边呢一点点墨鱼粉进来，香哦，鲜味，你这个一进来以后呢，这么少莫修杰，我的重点要放在这个肉上面哦，要放在这个肉上面，这个都是提味的动作啦，我没有放盐巴、人工甘味料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闻到鱼的鲜味。有有有有有有。好，那现在这个部分呢，啊，我先丢一旁啊，先 hold 住它保温。接着两位协助我这边新鲜的山药。好。下调理机。好。进来。好。好的。那现在呢，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墨鱼粉这边加多一点啊！哦，加在这里，还要加在香料里。哎，咦，还要再加吗？加进来以后补一点点的米酒。有，好，就这样子空打啊，就这样子空打。OK。好黑哦！哇，我等一下呢，慢慢的这个锅子把这个里脊肉给煎熟，然后煎熟了以后，我只会煎大概六分 ，hold 到饭里头，把它 hold 到全熟，取出来切肉条，把那个很黑的酱拨进来拌上去，就功德圆满了啊！哦，好来，那么香油、黑胡椒、蒜末，比照刚刚做试吃的时候功能完全一样啊，油不要太多啊。哎，刚刚吃培根有吃到蒜味吗？好。还是有，有，我把锅底的温度加够了啊，那我要拉开，不可以在上面直接摆肉啊。好，拍好啊，小，嘿，啊，这个咸鱼有把它弹落去无？哦，没没呢，麻烦。好，哇，好黑哦。在放肉煎的时候呢，请务必要离锅哈，要离瓦斯炉。好，那放进来直接这样贴着煎。为什么刚才一定要离锅？你不离锅，这样子摆的时候，它成熟度会参差不齐啊。好，我先啃了，先切啊，好，不要啃了都无讲啊。哦，那接着呢，我这边空烧一个砂锅，啊，把这个好的这个饭呢先拨上来。这个肉呢，煎的大概差不多只有五六分熟左右，有一个锅香味上来以后，我就把这个肉呢放到这个饭上面来。整个肉排，因为它还没熟，我利用饭的这个热度呢，把这一块肉给烘的刚好大概接近七分熟。那刚刚在这边煎的时候，只是煎个锅香而已，是皮表有香味。我利用这一个饭里面的余温，把它烘熟。熟了以后，它的肉呢刚好非常的嫩，我再切出条捞着这个酱。整个摆在上面，就功德就完成了，就完成了啊！人香莫宝，谢谢，谢谢。詹姆斯也要组装哦，来来。你说这个慢烤了多久？这个是番茄，哦，刚刚有烤过的哦，前后大概烤了有大概四个小时吧。哇，如自己哦。妈妈，这应该全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。我放了洋葱米蒜末哦，然后跟那个迷迭香的末，那我现在会把橄榄油放进来。是要用猪肉的，最后会沾在猪肉上，因为我的猪肉我并没有把它化开，所以里面其实是没什么味道。那来一点胡椒，盐巴，一点盐巴，然后再补一点蒙特楼盐，它的 flavor 比较好一点。哇， flavor。
切切。哟，哦，有那个脆脆的声音哎，熟了，哇，刚好熟哎，全熟了，好端一的肉的感觉，啊 ，Q Q 的，哇哇哦，哇哇，我是放在那边。这些一般会把这个油嘞炒了面粉之后做成 gravy， 但我们今天没有 gravy。肉酱，肉汁，好大哇！哟，等下不会一人一根吧？大口吃肉，大口喝汤，嘉年华才会有的，好好吃哦。这就是幸福，嗯，都没有。这比在东京工作还幸福。在日本工作很辛苦的，真的呀。那这边一样哦。哦，酱好厉害，拌拌拌拌拌，对啊，哇哇，番茄是热的哦，或者好想番茄要煮，要烤啊，烤过它的甜度会变得比较好。哦，我知道，只要发问都可以吃东西。他问，哎，我想问一下那个，他问，谢谢，我还没发问呢，哪里来的番茄？哇，好看，哇，好，完成。西班牙的伊比利猪五星级料理上菜了，两道伊比利猪的五星级料理，你们今天的运气真的不错，希望至少一人吃到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他的那一套啊，那一套呢叫做慢烤法式里脊，准备切入主题，题目是：好的，中国有位猪农，为了让市民知道他养的猪只啊特别的健康活泼，竟然会 A 每年举办黑猪大游行 ，B 每月举办黑猪运动会。你先来，我先是不是？来，准备。好，你先来，预备开始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你要收快哦，好，好不好？哈，你怎么跟我猪一样？准备，来，笑不开。预备，来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说两拳。哇，他们输了。你们两个丑一，丑二了，丑二，丑一啊，丑一啊，丑一，丑一，因为我们刚有说。预备，来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说两拳。你怎么又输一样？丑一，你好笨，你们输了。最笨，先选不一定会对。你每个月都办运动会，嗯，有点太密集了，猪会太累，就是就瘦。这龙，他就特别健康，他不可能只有这只这个农民跟猪的关系嘛，他有旁边那么多人，对，劳师动众的情况之下，应该每月办运动会一次，好像有点累。一年办一次，变成是地方上的一个盛事，他养的猪一次走给大家看。就是这样。可是在日本呢，有一个那个动物，有一个动物园，它的企鹅是每天下午固定出来游行，每天下午。我们总觉得比很夸张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学夸张，说不定每个月放一只，因为中国什么事情都有，是不是？无奇不有。答案是，好，所以答案是 B。对，无奇不有。为什么？好，来，在中国有位猪农，每月都会替自己饲养的黑猪举办运动会和各种的花式表演，一方面娱乐市民，另外一方面行销自家的猪很健康，让顾客可以吃得更安心。大蒜也感觉很厉害，大蒜好想吃哦。软吗？如何？里脊通常比较，里脊会比较干一点，对，但肉很 Q， 很软嘛。水分比我想象的少，但是口感不错。嗯，它是油脂本来就少，表皮的香气。好想整拿起来，整个拿起来吃，好扎实哦，比较舒服。阿俊怎么说？我眼睛都要打开看。哇哦，整个油滋滋的，真的啊，能够证明一个什么事？肉虽然紧，但是是肉质本身的特性。可是在这个烤法的专业工序里头，它是到位的。啊，刚刚提到说不管烤几个小时，我确信有这个功法。嗯，好吃啊，非常好吃。蒜泥酱的一个甜跟巴萨米戈的醋呢，这个对等的一个甜度跟酸度，这个是很 OK 很加分的。嗯，很刺激脱衣。对对，谢谢詹姆斯，谢谢。香蕉好礼二选一，那个吗？那我帮你翻了，来右边那个，这个吗？啊，他没那么倒霉了。一，啊！哇，这心机超重，很坏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连三都弄
放这，我想换就换。是谁放外景？哇，你这心也很重。你不去制作博弈类的节目，可惜啊。真的，好，没关系。那等一下再吃吗？十根儿。现在。好，那等一下不要再选。很难讲，很难讲，他们心机超重的。我上一把，我想说怎么会连三？这三根你们是要记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有两根呢。现在拿来吃。好，那我们抵消好，你们两根抵两根。啊？那一桌都是奖啊！哇！我要把它吃光，不能留才有机会的。好，我们就是没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没有剩了。这边也可以一起享用。没有办法。第二道主食，沉香墨宝阿迪斯的菜肴，来准备，请助理。根据德国的传统，如果餐厅主厨要把带骨的德国猪脚端上桌的时候，竟然会 A 插把刀子代表猪脚已熟 ，B 桌边分切强调炖煮的品质，请问 A 或 B？ 还是交给你们了。我们是。还是我们吗？还是我们的，比较保守，比较保守。对，我先放弃。好，你们两个人，干一杯，来。你一拳，我一拳。大家一起收两拳。你们好棒啊！我想说他会那个，我也想说怎样。选桌边的，我觉得是 A。桌边，你觉得 A 的？我觉得是 A。插把刀子代表猪脚已经熟了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这样因为 B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德国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，所以插把刀子搞不好就会有一种胜利熟了。好了，哎，干嘛先拜拜？寡妇。插把刀子 A 吧，决定啦。哎，声音。Nice。A。我要赢！耶耶！没有吃到任何一道。那请说明。好，爽死。根据德国的传统，如果要将有带骨的猪脚端上桌的时候，要笔直的插入一把刀子，代表这一只德国猪脚已经熟了。插得越深，就代表炖得越久，肉质越松软。哦，正确答案是 A。是插在那个猪脚里，猪脚里面。我有看过，我也有看过，然后插在猪脚上。哇，好鲜哦，这墨鱼汁，超嫩的，特别。嗯，没关系，香香蛮好吃，好讨喜的饭，真的，好讨喜的一个沉香墨宝，好妙哦，那好好吃，香蕉也很讨喜，这不是怎么说？来各位来，就港式的包饭应该是大家都很熟，生炒麦草，哦，那有些有点像辣味啊，有一点像是培根，入口的味道，哦，那米粒刚刚好，吃起来很香，谢谢阿金。想好了，再选中间那个。好，来来来，慢着，买水果啊！小汤，听一下声音。你先说，要哪一个？好，先说你要哪一个？挑，先敲。没有这样敲的，不能这样用。先说行啊！你要这个，对，是不是要这个？对，先不要动哦，要这个对不对？我要先开，先开这个，好，好不好？确定哦，要这个哦。好，好，不换，不换哈。哦。赚到，真的赚到！开着，开着，开着！哇，好紧张哦！哦，你看你最少的一根，我打开十根。最好笑的就是三个一样多最好笑。没有。鸡波啊鸡波啊，一人一半，好，决定拿那个最后大奖。对，再玩一次。小半棒，你一拳我一拳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个。哦，嗯，好了没有？谁先？你先吧，准备开始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说一拳。来来，继续。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说一拳。我会玩。忘了耶耶。来来来，今天团体奖是 Bush 的搅拌棒，锅鸡一组，还有伊比利猪的里脊肉，我们再来加油。一直以为寡不敌众啊，真的，想不到其实还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毕竟还是有乌合之众在的。要谢谢我吗？真的对伊比利猪那个再次重新的认识，是，也希望观众朋友今天看了以后呢，对伊比利猪有一定的了解啊。非常谢谢呢，我们今天的 Waiter Girl 也非常谢谢两位主持人，谢谢大家，全家大福，祝全国喜欢吃伊比利猪的朋友天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
谢谢。最强拍档二强大对决，师傅来宾通通变帮手，究竟谁能通过客座主厨的考验嘞？吃过就会做，第一帮让帮手吃就对。对，三号选到是谁了？我主意。阿基是压轴，五号。神杰，神杰，神杰。我知道什么东西啊？你是师傅，当然知道了。这个呢是橙汁的口味，橙汁糖醋鸡柳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橙汁糖醋鸡柳，是香葵，不是香葵，绿绿的。老铁，佳佳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不好说，我会等你离开的时候我再讲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记得有姜丝，哎，有姜丝，没有人讲说有姜啊，我又没有说什么。你有吃到没有讲的？还吃没有讲？是要酱没有讲啊？要只要一起吃啊！我没有讲啊！终于知道今天的主题“帮手别害我”是什么意思。八分钟接力赛，姐来帮帮我。就三号吧。三号选到的是。喝悔，喝悔，先抽。因为虾，你真的喝悔啊！花鸡丝哦。好难哦！快点，姐啊！确定？对。恭喜佳佳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